朋友大家好，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上海闯王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这款第七版燃气移动蒸汽微水一体机。这款机子是全不锈钢制作，长一米，高一米，宽0.45米，这是蒸汽接口，蒸汽管长10米。这种蒸汽管是耐高温高压的蒸汽管，曾经用在我们32千瓦工业油田清洗上面，质量非常可靠。这种机子呢是即热式的机子，这是内置煤气罐，背后呢这是一个调火力大气的调节阀。闯机的机子火力是可以调的，就是功率是可以调的，这个呢都是傻瓜电控，给大家看一下，没有线路板，非常的稳定。好，我们先整机上电，看到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啊，麻烦你把气阀打开，煤气罐的阀门打开，好，旋开煤气罐阀门 ，OK。好，我们看到这个温度呢是目前当前温度10度，这个接口呢一个是点烟器的接口，12伏的。那么这个机子除了洗车外接吸尘器的话，可以在这儿接12伏的车载吸尘器，也可以在这儿接48伏的一个吸尘器。好，这两种吸尘器可以选择。好，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微水啊。麻烦你开一下。微水出的是雾化的冷水。微水呢可以带个药瓶，整车进行打湿，车上打一下。好 ，OK。这呢就是特别脏的车可以用它来打湿或者刷一下挡泥板。OK， 这只是辅助作用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蒸汽。这温水关闭。我们公司做的这种机子呢，都是傻瓜即热式的。傻瓜电控即热设计。我们按下这个。温度是10度。我们可以看到火阀已经开了，这个灯已经亮了，火着得很快。接下来呢，这是我们要清洗的车子啊，是白色的车子啊。但是闯汽这款机子呢，不单适用于洗车，也可以适用于广告清洗。目前在沈阳，我们有几十台机子在沈阳环卫局使用。待会我们来清洗一下这种，叫摩托车。这个机子里边换热器呢，我们采用的是2520的换热器。这种是已经淘汰的某同行的一个同牌价值的换热器，这种已经淘汰了。我们现在用的全是紫铜的换热器。好，蒸汽已经出来了，非常快啊！现在温度已经升到100多度，压力已经升到12公斤。这款机子持续放电可以达到20公斤。好，现在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洗车了。
不调节。从最干到最湿，现在达到了中间湿度。刚才这个小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纺织的机子，刚才我们调了一个干湿度，看到了它的压力，这个机子它的功率是可以调节的，当你不需要这么大压力的时候，只需要动，看到没有，后面红色的手柄你可以将功率关小，
就才降低功率，压力就相对小一点。在全中国，这个机子压力是最大的，是可以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是一个下水，水箱是40升的，这是一个微水接口，这是一个自动上水。有些人要将这个机子放在三轮车上，那么买个一米二的三轮车，买一米二的三轮车，侧面呢，这个地方放水桶，我会再配一个微水泵，将水桶的水倒在水箱里边，就是接在这里边。微水泵12伏的接在这儿，是一个改装方案。好，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的核心部件换上器啊，你把它拔上来。看不清楚啊，这是2520的不锈钢做的一个换热器，2520耐高的不锈钢管。啊，这种呢就是国内某同行的换热器，铜的。那这个地方是要烧炸的。好，自己对号入座。好，这是我们闯七的第七版燃气移动蒸汽清洗机。这款机子除了用在洗车，还能用在小广告清洗，具体可以参见我们另外其他的一些视频。另外这个机子也可以用在家政地毯清洗，需要配一个地毯的八头，请见我们网站上的一个蒸汽机配件。好，感谢大家，闯七蒸汽洗车机，用得多，用得住，用得好。